带小可怜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不像第五的，这五斤八呀，马上五斤多呀。就那个腿，那个后腿。是打的咋的？这是打的，眼睛出血了。这是打的呀？我眼睛出血了是吧？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明显，就这个，这儿呢，这个眼睛出血了。啊，不要了。那个。折了。啊？折了，它顶上面这个骨头不已经顶进去了吗？折了。折了。这是揍的。这是打的呀？对，这是打的。不能是摔的啥的。不能，也不能是别狗咬的，是吧？这不是，就是揍眼睛干肿了。想通过扫芯片的方式联系上它的主人，但是它的体内没有芯片。现在不知道这只狗是被主人打的，还是走丢了以后被其他人去打受伤害了。医生给的建议是先让它回家养两天，补充一下体力，为手术做准备。我希望它是走丢的，如果主人能看到这条视频，希望它能和我联系，接这个小可怜回家。